辞职书抗议朱立伦代职参选，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排排站，却少了四位关键人物。板桥区张宏禄、新店区的陈永福等全留守选区跑行程，同党同志指着朱立伦骂，让他们很尴尬。因为这些议员也都代职参选，而绿营这样的潜力还真不少。我们都不敢打，让你敢打。因为我们都是，我是被党征召的，这是党的政策，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我看到对代职参选人，现在都全心全力的防治登革热，就连赖神也搬出蚊子救驾。因为2010年赖清德就是立委代职参选，选上台南市长。去年九合一大选，民进党成功蓝天变绿地，全台13个执政县市执政，就有三个是立委转任。台中市长林佳龙、彰化县长魏明谷也都是代职参选，甚至请长达10个月的假。民进党他们可能得了健忘症，他们代职参选的人数啊，可以是如蝗虫过境一样多。最标准的代表作就是吕秀莲副总统，他以桃园县长的身份呐、啊，代职代薪啊，参选正副总统。一只手指别人，别忘了四只手指头正指向自己。代职参选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，难怪蓝委反批民进党开轰前可别忘了照照镜子。记者王秀三一方台北报道。